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高伟翔 Godfrey。今天呢，我来到上海古北的高岛屋。那今天我在六楼，看到我们后面就是宽庭 Kwan's Living。那现在我要进去看一下 Kwan's Living 到底有什么新货。其实这是我第一次在上海。来到宽庭的秀日，很漂亮，很漂亮。这个拍的还不错。好温暖，好舒服。现在回家应该会带这个走，全部宽庭的都是用最经典的资料，那其实都是从意大利来的。那其实我在找一个新年的礼物给我妈妈，那其实刚刚看到这个我觉得还蛮特别的，有蕾丝的一个 design， 我是觉得非常性感，然后也是觉得用蕾丝在就是这个 linen 上面，我觉得非常特别，非常适合女性。如果在妈妈 bedroom 里面的话，看到一定会觉得很不错。那其实我非常重视毛巾，在浴室里的毛巾，还有浴室里的香料，还有这几个蜡烛，我也是觉得一个必须要的一个 accessory。哇哦，好香哦！这个是有 orange blossom 橘子味道，非常香 ，rosemary。好，这三组我一定要带走。大家快来到宽庭，来体验世界潮流同步的生活品味。